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如何在健步走中保持正确的姿势。良好的姿势可以让您的行走更有效果，更好地锻炼全身，尤其是背部的肌肉。在行走时保持良好的姿势，需要注意这三个要点：放松肩膀，挺直背部，稳定臀部。首先，肩膀要放松，要确保所有的动作都正确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放松肩膀。您的肩膀应该是放松，有些向后陷下的。第二，保持背部挺直，保持头部、颈部、身体成一条直线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这个姿势让您的背部能够挺直，确保呼吸通畅。如果您想要加快步行的速度，注意不要前倾，因为这样会减小步幅。集中在前进的方向上，加快速度。您可以增大步幅，也可以增加步行的频率。最后，臀部要稳定，不要左右摇晃。在您行走时，臀部应该前后移动，通过臀部前后迈步，这样可以缓冲来自地面的冲击力，保护背部。不要收紧臀部，避免背部紧张。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。